Bohai Bay in northeast China. This is where Chinese carrier pilots are made. Training carrier-based pilots was a milestone for the PLA Navy. It determines the course of China's blue water strategy.戴聿萌的第一次着舰标志着中国航母时代的到来。戴聿萌完成了这次着舰，标志着航母拥有了舰载机作为它的刀尖，把别人认为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这也给了我们这些后来者巨大的信心。 紧接着，2013年，我们成立舰载航空兵部队，要解决舰载机上舰、飞行员培养的一些列问题。这是一个起点，它的意义在实现了舰载航空兵部队的零的突破，标志着海军转型，真正开启了舰载时代。戴聿萌 was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aviation unit. Both Xu Ying and Wang Yong were first-generation carrier pilots. At that time, most pilots were trained on third-generation fighter jets. 实际上，我们这些改装模式出来的飞行员是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就是一种习惯的改变。当时面临的困难应该说是上舰技术的空白。其实当时西方媒体就说过，虽然中国的第一艘航母下水了，但是与之配套的舰载机飞行员将是卡住中国海军发展脖子的致命锁。 大家一起琢磨，不停地迭代，最后呢，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式。利用大量的模拟训练，有时候甚至把自己绑在模拟机上。仅仅我们一个定点着陆的这么一个科目，就飞了近100小时。为的就是呢，形成属于舰载机的肌肉记忆和条件反射。不断的努力，才有了我们这第一批的为数不多的舰载机飞行员成功完成了航母自制认证。真的，那个时期还是比较艰难的。 Transforming from land-based to carrier-based meant a change in strength as well as reach. The Navy's strategy was shifting from offshore defense to blue water operations. 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 Pioneers are always the first to face risks. 当时我驾驶着舰速飞机起飞。 突然发现飞机的状态跟以前不太一样，我已经把油门加上去，咔，推到底，仍然制止不住机头的上扬，就听到各种告警，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小，高度也急剧下降，飞机的翼尖突然下坠，我就看到海面向我扑过来。Tao tried his best to save the jet, but was forced to eject 2 seconds before it plunged into the water. 因为弹射的过载非常大，所以说我的 视线里面就一点东西都看不到，但是我能听到这个风呼啸的声音，我在往海底沉，海底的水泡哗啦哗啦，我就往上浮，跳伞高度比较低，身上的救生包没有打开，它像一块石头一样，在我的身体下面坠，面罩里面全是海水，背上突然传来一阵剧痛。Tao suffered spinal fractures. Doctor said his flying days were most likely over. 我从13年来到这个地方，经历了种种的考核，爬山过坎，一道又一道，非常不甘心，就此倒下。3 weeks after Tao Xianjian's crash, an even greater tragedy struck. 29-year-old Zhang Chao did not survive. 很震惊，我接受不了这样一个现实。 张超跟我是一个班次的飞行员，他平时很爱笑，对，跟我的关系也很好，我们之间更多的去交流了关于舰载机飞行技术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在那天飞行进场之前，我们俩还研究了一个关于着舰的一个技术问题，但是我没想到，飞行结束以后，他没能回得来。 我知道危险，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离开我。那一刻就感觉，哎，你说的那么风轻云淡。
不是这样的，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躺在殡仪馆了，是穿的我们的白军装，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也是穿的那一身行装。我想感谢我身边的老婆，感谢她这么多年来对我一直的支持帮助，我会永远的爱你。其实张超在我面前没有喊过苦，他就想飞舰载机，想上航母。我知道他的梦想我是拦不住的，他太执着了，这是他的选择。他有说过，没有航母我们没有主动出击的能力，但是有了航母之后我们能出去，我们能把战争止在家门之外。这是张超的飞行头盔，看到这个头盔我就感觉他还在一样。我第一次到他所在的部队平安着陆以后，拎着头盔走向我，那个画面特别深刻。在他牺牲以后，我有梦见他的头盔对我眨眼睛，所以我就一直感觉他还在，他在看着我们。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一个人有任何一点点负面的想法，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面对挫折这道坎儿我们必须跨过去。 3 months later, the new group of pilots, including Wang Yong, passed the takeoff and landing tests. Zhang Chao should have been with them. 如果他能够跟战友们对话的话，我想他最想说的就是三个字，向前进。 And Zhang Chao's teammates did just that. 我们第一次就采用了低空发射反舰导弹的这样一个战术铺面，这个是紧贴实战的，它的意义就在于航空兵从能上舰到能作战的一个转变。我是两枚反舰导弹同时发射在低空，我写了一个英语在头盔上 shoot them。 当时我到了300米高度，其实我扳机已经扣下去了，但是没有看到预想中的那个 shoot。 然后我检查了一遍，发现自己的操作应该说没有问题。这个时候我带一个仰角继续爬升，突然之间这两枚弹掉了，我看到 shoot 这个字母出现了，两枚弹从左到右依次发射出去。航母不是灾难，近海不是他的舞台。2016年年底的时候，是我们辽宁舰航母编队首次在远海大洋开展了各种各样的针对性训练，这是一次从零到一的探索和转变。他到了真正应该待的地方。十岁航飞天数飞机。For the first time.The Liaoning passed through what the West calls the island chain, entering the Western Pacific, conducting live fire drills. 这块区域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专属。我们到沿海大洋去训练，这是我们一项正常的权利。我们没有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国家，但是相反，个别国家对我们的由近海走向远海这个过程，实际上它是不适应。有些国家它的舰机就在我们近海活动，我们只是走出了我们的近海，它就已经非常敏感，这是一种典型的双重标准。我们中国海军应该说是一支非常守规矩的海军，但是呢我们比较反对那种霸道的航行。我们在辽宁舰建立了一个叫 QS 小组，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探索。 What exactly is QS? QSMeans 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Its goal is to prevent collis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s by very simple and clear signals. This is Chinese Navy aircraft carrier 16. Please keep a safe distance from us.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舰岛，其中呢，前部是我们的驾驶室，你看到很多天线。主要是我们的雷达天线。前面呢 ，Executive Officer Lu Changchang says the Liaoning
has been upgraded to serve in a combat role, making it more than just a training vessel. The Liaoning is a landmark symbol of the Navy's transformation. 实际上呢，这些年我们的武器装备啊，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所以呢，我们的综合作战能力也是不断的在提升。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那航母这个战斗力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战机猎猎，非常震撼。After two surgeries, Cao Xianjian earned its wings. 双脚踏上航母的那一刻，有一种要落泪的那种感觉。The next step was night landing. 很好，大家制造好，别害羞。这个夜间作战的意义非常重要。它使我们航空母舰具备了昼间、夜间全天候的作战能力，在海上缺少目视参考的情况下，发生错觉的概率会极大的提高。当时我遭遇的是倾斜的错觉，飞机的数据告诉我飞机现在是平飞，但我感觉飞机是歪的。那最后发展成我认为飞机是倒着的，遭遇了错觉，你才会吓出一身冷汗，会后怕，然后才会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员的操纵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们有责任去探索舰载机飞行的边界，去突破制约我们战斗力生成的这些限制。Wang Yong became its first head. Its dual-track pilot development mode accommodated both trained pilots and high school recruits. The first batch of pilots trained at the 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 qualified for deck landing certification at the end of 2020. 记得去参加认证的当天，当时在航线上有大片的黑云遮挡在前面。当我穿过这层云雾到达云层之下的时候，面前的一切都豁然开朗。在我的左侧前方有一个大船，我们还有一句话说，第一次见到他就要和他亲吻了。那一瞬间的感受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一种成就感，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要素。 After graduation from the 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 in 2020, Yuan Mingzheng was assigned to the carrier base unitThat's where he learned night landing and mid-air refueling. And now his focus is on combat tactics. Now, on our side, is the Tianshu 舰载战斗机, nicknamed Bei Sha. It's a heavy-duty 舰载战斗机. It can load more fuel.和弹药，这样可以支撑起它更大的作战半径，以及拥有强大的火力。您对这个战机有什么特殊的情感？其实歼十五飞机对我们飞行员来说，更多的是像一个伙伴。我在每次接收飞机的时候，都会绕着飞机一圈，也轻轻拂过它一圈，就像是给老伙计打个招呼一样。我们用鲨鱼来表达它作为一款战斗机的能力。And the shark must be constantly fed. 加油机，它的软管，它是随风摇摆的，我就像是你在胳膊上绑上了很重的沙袋，然后举起来，拿着一根线，去找一个那个针眼，去穿针引线。但前面那个针呢，也是由一个人胳膊上带着沙袋举着跟你对接，然后你们两个人一起往前跑，在这样一个状态下进行对接。In 2021,
Xu Ying became an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Shandong. The carrier's home port is in southern China's Sanya, guarding the South China Sea.怎么样提高航空保障能力，我具备快速出动和快速回收的保障能力，这是我要努力的目标。每一个飞机的停机位距离非常近，充分地运用了整个甲板这一万五千多平方米的这个面积。那现在飞机的数量是越来越多，这个保障的难度，操作的难度是越来越大。那么我们最后要达到满载出动，所有的飞机上线，有望今年我们就能达到它最好的状态。我们设定的这个最大的出动量的这个飞机。 然后飞机的回收呢，也尽可能的快，让飞机以最短的间隔来着舰。然后就是它，叫 clean deck， foul deck， 这两个状态。必须进行远海的训练，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舰载战斗机的飞行员。没错没错，我们在渤海里面永远练不出太平洋的能力。 It takes more than pilot skills to be a leader. Today, Cao Xianjian is the head of the instructor team. When he tells cadets it'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he speaks from experience. 我想给他们讲的就是，没有过不去的坎。当你感觉到非常难的时候，说明你在进步，不要轻言放弃。For the cadets, the certificate is the ticket to their career. But Cao Xianjian says the real value is the process of their own transformation.